别人怎么看我不重要，重要的是我爱的人他怎么看我。累吗？不累啊，说实话很久都没有这么放松了。是啊，这跟上海就像两个世界，就想在这儿多待几天。好呀，那我们就多待几天。我自己来就好。我来吧。2年前断了，装的一只。好了，笑笑，过来坐啊。过来吧，坐这里。笑笑，你一定有很多问题想要问我吧？力哥哥。你是怎么做到的？要不是刚刚，我根本就看不出你的腿已经……笑笑，你知道吗？你力哥哥最最喜欢的就是攀岩。以前啊，我经常去野山里攀岩，就连和你协议姐姐认识，也是因为攀岩。所以说攀岩是我生命当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。2年前我的腿断了，那个时候我一度认为自己再也站不起来。对不起，只能截肢了。医生，就没有别的什么办法了吗？后来有一个早晨，我瞒着所有人自己去了天台。那是我腿断之后第一次去看日出，感觉很奇妙也很神奇。我想到我自己曾经和一个人约定好要和他一起看日出，如果我再这样消沉下去，恐怕就再也没有机会见到他了。可你不怕别人看你的眼光吗？别人怎么看我不重要，重要的是我爱的人他怎么看我。只要他把我当做普通人，那我就是